那南瀛国际青少年网球锦标赛呢，已经举办了第十年了。我们现在来参加的国家有16个不同的国家啊，有很多选手来到我们台南，赛事的等级也是一直的提升啊。它从过去的5级、4级、3级，已经提升到今年已经成为2级的赛事。这是台湾最高等级的青少年赛事，所以几乎每一年都会参赛。今年因为刚好卡到法网，所以没有办法参赛，但还是预祝这次赛事一切顺利。I'm so excited to play here.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Thailand. It's my new experience because I always play on hard court. So I'm so excited to play on clay. 我是第一次来参加，第一次来台湾。那么这几天对台南的印象也是比较好的。我这是第一次参加南瀛杯，希望能跟其他国家的选手有多一点的交流，希望能有好的表现。不常出国，所以希望在这次比赛中可以跟其他各国的好手就可以认识，然后以后比赛出去的话也可以找机会配双打。